你好，我是陈德成，我是菲律宾来的，现在我在 Sunrise Care Home 工作，我就是一个护士。那么就是上个月我接种的管药不并不医疗 COVID vaccine， 然后我的感觉就是我觉得我有舒服啊不舒服，那有感冒，然后我以后我的感觉就是好的。现在我也把请你们接种你们管药并不医疗，就是我们把保护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孩子儿子，我们的管教，就是我们的身体那么好。我把接种才一次，我接种你们管药并不医疗。好的，谢谢大家你们。